下一个是什么？鸡架山的鸡架山，鸡架山的一角。再算一算。十。要好好算清楚啊。不是十吗？对的，十。九减六，哎呀，九减六太难了。太难了，就算别的。九减六，等一下。对的。六加四，哎呀，快点。赶紧算。完了没有？等于九。不对。不对，六加四等于十。七八九。等于十。啊，快。哈哈。五四加五，四加五啊，四加五等于。四加五啊，四加五啊，四加五啊，四加五啊。你赶紧算呀、啊！你都没算。你都想了，不知道。等于九。对。九减七，哎呀，九减。七呀、啊，九减七，九减七，等于二，十减四，哎呀，等于六。对。然后八加二，哎呀，什么？赶紧嘛，摆嘛，八加二这。十。对。九减二等于八啊，不是。等于六吧。不对。等于八。等于七。嗯。你这乱猜是吧？十点五。啊、嗯，等于几 ？I am ten。十点五等于几？等于五。对。还完了没有？没有，还这两。啊、嗯。四一九减四，啊，五，啊，啊，十减二，嗯，又等于八，又等于七了，啊，这里十减二到底等于几？等于八，等于七，啊、到底等于几？七，不对，什么不对？什么不对？十减二怎么等于七嘛？啊，你这裤子怎么不见？那灰裤子双层的，这是在你包里。就是七。不对。肯定的。十减二怎么会等于七呢？还对，肯定。你减掉了几个吗？那裤子是干净的。看我这啊。嗯。一二。你减掉了几个？两个。对，好，然后数一下嘛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。哦。还没算完，赶紧睡觉去了。七加二，哎呀，这么多的。好了吧？嗯。二对你妈妈。快。我二对你。遮你的耳朵。七加二。快点，等于九，
这个等于九。好了，挨着个子，挨着个子，好了。这个等于九还有。好好好，就这样吧。还有两个呢。还有两个，快点。三加七。三加七跟七加三是一样的，我教过你没有？我知道。嗯。开始。好，九减一，这个简单吧。八。对了，good，上场。好。